快快快快快！确定一下，没有人跑上。啊！那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家伙被虫子这样，他们不强，只是就是因为太多。快快快快！只要看到每次到那个会飞的那个东西，哦，我听说那个叫哨兵啊，每次看到他们爆掉的时候，那一份满足感真是难以形容。出盾撑住啊！呜 ！No！不准过来！不准过来！他呢？快好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成功了，通道开启了，来接我吧。我知道这样子会跑很慢，所以就算了。我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！走的。哎，我要走了，大哥。我对刚刚的事很抱歉。那个仓口的保全机制比我所预期的困难得多。没关系。有关系，跟失控有关的都有。是骑士，慢着，他在做什么？星盟。他们和普罗米修斯变成一伙了。走的。所以我蛮好奇，你们各位都是听什么样的音乐？像我这个人，我比较没有在，就是说追寻着，就是说跟着那个流行音乐这样。我还是会听，但是我不会说，就是永远都是新歌出来，就是马上就是去找到新歌来听这样。我比较是那种，就是我听到什么哪一首歌好听，我会一直听下去。然后我不喜欢，应该说也不是说，总之我没有习惯听那种摇滚乐，我就觉得我听不懂。有些人很喜欢，我觉得我可以就是理解会有人喜欢啊那种音乐，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听不懂，是的，我没办法，我不太能理解那个唱那种唱歌的方式。这家伙一定要赶快给我啊！赶快给我啊！死啊！啊！我有点，我真的有点生气，那东西真的是。我觉得他们是刻意把它弄得那么难打。当你这样，当你杀掉他的时候，你才会有那份成就感，就像刚刚那样，超级有成就感。No！ 我真是受够他们那样子，而且我这两把枪都没什么子弹。
买。就啊，为什么这一关这么难？不管是刚刚那边还是现在这里，我就哦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嘣！我很惊讶，呆呆这么快就跟星盟联合起来。所以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你们喜欢听，你们不一定说什么类型的歌，你们比方说你们有喜欢什么，喜欢谁。我个人我平常我是没有什么在喜欢，特别喜欢哪一个人或是哪个团体。不过星光大道一般的里面的那个潘玉文，我觉得他唱歌的声音，我觉得他唱歌的声音蛮吸引的。然后我这辈子唯一喜欢过的一个团体，就是一个国外的团体，很旧了，他们都已经前几年，然后去年前年已经宣布退出歌坛，就是西城男孩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，有听过他的人有几个，但是我还蛮喜欢他们的音乐。那他们退出了，我还是说真的，我还蛮难过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退出。我不是我要讲，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散弹枪真的 ，no， 真的一点用都没有。其实真的不是我要讲，散弹枪一点用都没有。虽然这把也是散弹枪，但这一把就跟那一把差很多。这把枪至少有威力，这刚刚那把是人类的散弹枪，真的是完全没有威力。收到了，可他们只会给你坐标。啊，有蚊子！各警戒！有敌对单位试图进入武器号舰桥，他们在舱口外，舱口被攻破，被攻破！所有单位立即返回武器号，这是命令。士官长，我正在指挥第四代超级战士前往集结点 ASF， 我们赶上之前，前方攻击部队指挥权就交给你，和那些人会合，并夺回船舰。是长官，士官长，祝好运，完毕。这是鹈鹕号595，士官长在我们船上，现在我们正在前往集结点 ASF。士官长开始攻击。那他们好看。天蝎号，你们知道。接下来会非常的准备好了，让这些超级战士知道什么是作战。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天蝎号一直都是我认为《Halo》游戏里面最强的一个载具。我之前就有讲过，就算是西蒙的亡魂号都比不上它。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坦克，但是黄龙号没办法跟天蝎号，天蝎号太强了，说真的。我就觉得还有三，有没有人要上车啊？没人上车，这边还有一个位置。哦，机关枪原来还没有人。那这样还有没有人？还有一个位置。我就觉得他那个怎么改到 Halo 4之后，炮塔转的有点快，但威力还是一样强。好，让我们再试一次。117，我是 Lesky， 我们将降落在你位置的北方，前往右舷停机棚2-19，我们会在那里和你们联系。我觉得我可能会把前面那一段，前面有一，其实我前面已经死掉一次，我可能会把那段剪掉，那次实在是死得太难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可能就我刚刚射到我们的，没有说我射到我们的野猪，我射到我们的野猪好，今天真的什么事都有。不好意思，大哥，我们
们会为你们默哀。啊！你看我又没射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而且我觉得什么都看不到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有点太专心在玩那个，我都忘记要说话。我不知道这位是跟上一段影片有没有分开来。Oh no！ 但是我想要问各位的问题就是，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什么音乐，或是你们有喜欢什么团体？我蛮好奇的，可以留言跟我讲。跟我分享一下。敌军用力号接近中。那个是吗？哦，不是，是那个。啊！我记得我上一段被我剪掉的那一段的时候，我才刚想说，你只要能够开上一台天蝎号，你只要能开上一台天蝎号，就没有人能够对你怎么样。结果我就死掉了，所以我决定把那一段剪掉，就至少不要让我看起来真的是很逊。好久，那这台车有够慢。想要感谢你们平常对我影片的支持。那我现在前几天好像到了300位订阅者，是非常高兴。然后我也很高兴的喜欢看到你们大家留言，大部分留言都是非常正面的。然后我很高兴，就大家对我的肯定啊！我还是被打到。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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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跟我第一次死掉的时候情况非常相似。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也非常的真的啦，已经我不知道我这个频道成立应该还不到一年，但是应该已经有半年，那这半年内改变真的很大，那一切都是归功于你们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猎人 ，no， 哦，哎，有没有人要上车？上车了。状况如何？让可能性升满船舰的能源，并且正从船舰的主机中截取资料。可以解除连线吗？主要接触点在船身上层，最快路线是穿过维修通道。有一架螳螂号停靠在门口，去驾驶它，你会需要强大的火力。浪费时间了，走吧，这玩意。
所以他们现在要逼我离开这个天蝎号的意思吗？他们是要逼我离开他的意思吗？没有错哦，好吧，天蝎号干得不错，但是我必须离开你了，去看看什么叫螳螂。